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好的，来玩这款深海水族馆。目前上市6周年，宣布要跟那个泡泡龙合作联动。泡泡龙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游戏？小时候机台啊，街机有那个泡泡龙，然后一些主机也有。画质的话，感觉可以再调整吧，有点模糊。点击疗愈系的水族馆吧，我觉得是点击啦，因为这种直立式点击，我是有玩过啦，之前就有玩过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设定啊。拍照，特效，哦，虚化是不是？保存，哇，我们还可以干嘛？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主城是不是？然后还有一些小丑鱼，关闭。发现隐藏语，游戏 Play 商店上面下载次数1000万加啦，哦，1000万。嗯，评分的话4.4颗星哦。泡泡龙出现了，泡泡龙出现了。好，它是芭比哦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。以前泡泡龙有一个绿色的小恐龙嘛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粉红色吗？还是紫色？忘记了。泡泡龙，我们先找到设定吧。我觉得有点模糊诶，糊糊的。国际服版本，低电耗。哎呀，我觉得画质有点糊疏，毕竟是6年前的手游吧，是不是？就怎么那么糊啊？有没有办法解决嘞？音效、音乐、公告，好像没有哎，怎么办？这边是要养成的啊。后来的一些这种疗愈系的深海游戏啊，有那种在那个冰岛上，北极圈啊有。冰上、冰下，冰下的话也是有鱼啊。冰上有一些企鹅或者其他可爱的生物。好，点击，产生钱嘛，还有爱心吧，你可能要收集爱心啊。泡泡龙嘞？泡泡龙不见了，好吧，我们先做任务吧。这边有一些任务，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点。点击画面100次。回锅欢迎活动，字很糊，画质没办法调，因为我找不到。啊，我找不到。好，任务。这边有一个那个柯基犬，小银白柯基犬。它不能让画质更好吗？好吧，就这样吧。那你可能要完成这个任务，15个任务，才可以拿到这个回锅活动，拿到这个小银白柯基犬。然后这个应该是主线任务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有完成章节，然后获得这个小鸡呀。啊，获得生命力，生命力怎么获得？生命力，生命力，这边可以看广告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哦，生命力已经 OK 了嘛？获得生命32.633B，32.633B，这个是爱心吧？
爱心是我们生命力啊，应该是这个吧。先把一些我看到惊叹号给点一点啊！一堆惊叹号，那个画质又没有很好。6周年庆生派对活动，不能点。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很多东西，因为是一个6周年的游戏。很多东西呀、啊，如果你刚玩的时候，你会不知所措，东西很多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啦。这个库尔德宝石是怎样啊？点过来也没东西呀、啊。就是我点了，我不知道我怎么做啊。创造出一只。啊、哦，我看懂这个意思。这个是奖励，然后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这边是将孤独的三五十升到50级，OK，孤独三五十应该这个吧？好，了解。好，我34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懂了。然后这边要获得这个是奖，这个奖励，然后我们就要三五提升50级，三五。三五，提升50级，然后可以领这个奖励。好，我会玩了，我终于会玩了。然后创造鱼，创造，里面有这个生命力吧？这个爱心好像叫生命力，是不是？那只能等啊，因为要800多，我现在才300多。等一下下，我等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还 OK 了，还 OK。这个是签到，哎呀，真的很可惜耶，那画质为什么没办法调嘞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它感觉很疗愈啊，音乐是这种轻音乐，玩过，我频道上也玩过好几款。啊，这个新闻我前几天就看到了，只是没有想说要来玩，行吧，来玩一下吧，稍微记录一下。创造生命小丑鱼，好，我们不看了，我们不拍照。小丑鱼，小丑鱼可以增加这个生命提升200%每秒。好，确认。好，拿到了是不是？拿到这个小鸡呀、啊，反正就可爱动物啊，破壳出了小黄鸡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2021已经过啦，谢谢，已经2022啦。现在要，好，这一只刚刚有说，这边也会送，这边也会送。我建议你还是先做主线任务好了，主线任务比较好，会比较顺一点，比较不容易卡关。这个是成就吧？哦，每日鱼类收藏。反正我已经会玩了，就做这个主线任务。然后这边有分类石头，就是我们这个孤独的珊瑚石，然后珊瑚鱼类，然后扩展，到时候可以扩展。然后我们的商店，我这边可以看广告或者花钱。然后这边有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寄居蟹。好，寄居蟹。要看广告，再可以开宝箱。然后这个游戏，它一定要用 Google 账号，这个应该是 Google 成就吧。然后这是什么什么摄影展哦，不知道哎。哇，这么厉害哦！他们怎么弄出来的啊？他们也太强了吧！
哦，这个是每日任务，还有时钟哦。这样画质有更差吗？我觉得都很差啊。哎呀，画质真的是一大硬伤啊！这六周年嘛，很多很多游戏都学它，可能就会模仿这种游戏啊。好，我们再要拿这只，那这边吧，100等吧，这边都完成了啊。好，我们使用技能啊，我们这边可以使用技能。可以增加收益吧，帮你点。这个游戏搞不好频道上可能玩过也不一定，可能玩过，玩过就算了，反正没关系啦。啊，我们升级那个珊瑚技能，哇嘞！我来研究一下哦，他说要升级到二级。那二级的话需要这个宝石。好，火山爆发的话是6分钟，然后每秒可以帮你点10次，就是帮你自动点击的。哦，我宝石现在有多少啊？在这里是不是？剩100，小穷鬼。啊，我是一个穷鬼啊。好，又要做圆是不是？可是我们这边3分之3了，还可以再创造吗？哦，可以变4分之4的。他写的我不知道。这个是新地图吧？到时候你可以换地图吧，重来吧。哦，难怪有的人的画面跟我不一样。他有圣诞节啊、万圣节啊、周年派对啊，不一样的。啊，这是一些调色，是不是？难怪他们的画面跟我不太一样。好，他在帮我点。好，我们继续哦。这边的话，免费获得生命力一次，什么意思啊？要看广告哦，我可以不要吗？我不想看啦，我累了，我不看。不看的话也不能做任务，我来看一下吧。OK，好了，看完广告了。一个富甲江户城的一个放置换皮经商的游戏。好，为了要解任务啊，没办法，就看了。好，拿到了这只柯基犬。哦，这边有只小鸡啊，柯基犬。小鹰白柯基犬新朋友，好棒哦！好，再来是这个一个不知道什么海豹吗？还是海狮啊？好，一样就要做这些任务啦，慢慢做吧。想玩的人应该会有人想玩吗？这游戏，不能说它不好玩，它就是一个放置疗愈的游戏。然后因为6周年，所以功能爆炸的我，真的功能爆炸的我。就这个加成有够多的，画面有点乱，乱到已经不太疗愈耶。然后再来就是画质部分吧，画质部分我觉得不够好啦，因为6年前，2010几啊，2016，有点久了，有点久了。我频道也才3、4年吧，以前手游还没那么热吧，就一个慢慢会巅峰起来这样。哦，你看你这个放久了吗？跑出现在今天是7月7号，时间是半夜3点多，是我现在时间啊。哦，它是一个典籍的一个海洋的一个生物游戏，海洋水族馆。那我们就先玩到这边，想玩的等会把下载链接放一遍下方资讯栏位。现在跟泡泡龙有联动，哦，那个泡泡龙有一点年纪的应该都知道吧？小时候玩那个泡泡龙游戏有很多啊，有那种。2个人一起玩的，通关的，然后有那种气泡的，射气泡、射气球的，类似宝石这样消消的，也有方块的，反正泡泡龙的游戏也蛮多的啦。这个 IP 呀、
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